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美国线上市场最受欢迎的玩具品牌即热卖品 TOP 307，最初的作品是在1996年于日本发行的 Game Boy 角色扮演游戏。精灵宝可梦系列一直贯穿任天堂的各代掌机之中，系列中的游戏通常成对发售有所区别，复刻版常出现在出版游戏发布的几年后。游戏的主系列由角色扮演类游戏组成，旁支系列的游戏则包含有其他的类型，例如动作角色扮演游戏、益智游戏和电子宠物等。精灵宝可梦系列是世界上第二热销的系列电子游戏，仅次于任天堂的超级马里奥系列。品牌链接 website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okemon/twitter/https://www.instagram/pokemon/youtube/https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a68bls/twig/9e/barbie 美国品牌简介：芭比娃娃 ，Barbie 由 Rose Handler 发明。于1959年3月9日举办的美国国际玩具展览会 American International Toy Fair 上首次曝光，芭比娃娃是20世纪最广为人知及最畅销的玩偶。芭比娃娃及其他相关配件均以1:6的比例制作，为娃娃屋模型的最大号，也称为 Play Scale。芭比玩偶版权现由美泰尔公司拥有及生产，已经销往世界上150多个国家，总销售额超过10亿元，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影视作品、小游戏及周边产品。品牌链接 website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barbie-twitter/https://www.instagram/barbie-style/youtube/https://www.youtube.com/user-barbino-22star-wars 美国品牌简介：1977年5月25日《星球大战》的戏剧首演，横跨美国的32个屏幕，注定要永远改变电影的面貌。一个瞬间的经典和无与伦比的票房成功，激动人心的太空歌剧是同等的童话故事。西方20世纪30年代的连续剧和特效狂欢节，源于世界各地文化的神话。从有远见的作家导演乔治·卢卡斯的思想出发，史诗般的空间幻想将神秘力量引入文化词汇，并继续发展其悠久的宇宙，通过电影、电视、出版、电子游戏等不断扩大。品牌链接 website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twitter/https://www.instagram/youtube/https://www.youtube.com/Rhode Island Novelty Rhode Island Novelty 美国品牌简介：罗德岛新奇 RINCO 是全国领先的 Redemption 派对用品、筹款、娱乐奖品和新奇玩具的进口商。